扬鞭触车马，挥手辞亲故，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咱俩认识。陈麦冬，你对所有人都这样吗？我怎样？冷淡。庄姐，嗯，你对所有人都这样吗？我怎么样？轻浮。我轻不轻浮关你屁事。我送你回。那我们现在究竟算什么关系？渗人勿近的气息也是一种荷尔蒙。你就这么喜欢我？很喜欢。